靠在这个吗？靠在这个门口，关这不会关哦。对，你那时候会关上，好，然后就往上，然后你可以往上看没关系，好，想一下，然后刚刚放东西的方式会那个情绪解读会比较像气愤，我今天生太生气了，但是你无力，对，你要无力感，因为你受欺负了，然后没有人可以帮你。嗯嗯，然后回到家还只有一个人，